化巡回展我们开幕活动啊，现在呢即将进行。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啊。那首先来介绍于我们来自于台南巴洛米兴业有限公司我们的薛总经理、薛储房薛总经理，我们欢迎。接下来介绍啊，我们高雄市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我们的李理事长李春成，李理事长。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亚细亚水彩联学彩画联盟主席，也是我们荣誉主席，我们的陈甲上陈主席。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国研市长吴路芳吴老师。我介绍我们的在我们高雄市啊，这个推动艺术非常的一个用心，我们的徐兰徐老师也是我们精彩用心的负责人。徐老师，我们请坐，谢谢。那还有我们的活力文创林春敏林老师，也是我们特别嘉宾啊，龚瑞山龚校长，我们欢迎起来，谢谢。校长啊，我们几位艺术界的大师及喜好艺术的朋友，我想在大学里面如何把这种艺术的种子呢，在他们养成教育里面培养出来。我们不是要每一个都是当作艺术的创作者，至少呢能够当作一个欣赏，当作一个兴趣。那在这个播放的过程里面，我想这个是大家在教育工作上来不容许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在十多年前就成立了我们大专校院的艺文中心协会。当时我们就是认为每个学校都在做自己的艺术推动教育，但是呢，如果能够把这些中心结合成一体的话，那我想对整体的这种由点到线到面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呢，效果会更大。所以当时是由中山大学呢开始，那时候是刘维奇校长他来推动成立。那历经几届的理事长跟我们各协会的会员，到目前已经成长到超过50个学校，都是顶尖的这些大学呢把它组合起来。那这几年里面呢，不管是在国内外的参访，以及我们各校艺术资源的共用跟艺术工作的推动呢，可以说是效果非常的绩效非常的亮丽啊。那像这一次的展览呢，我们就是认为呢，必须把这个艺术工作呢也推广到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视野，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推动呢，刚开始就有11个学校呢跳出来，他们要来做展出。那当然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谢总经理在幕后的一个推动，让这个包括我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版画的这种艺术作品啊，那包括我们加拿大是22个，然后澳大利亚是22个，那总共有44件的作品，包含了他们这种广大地区的国界的这一种人文跟自然景观的一些创作品，能够到学校来，然后就在各校里面巡回展出。那我们学校算是第3个展出的学校。那11个学校呢，到后面很多学校也认为这个是非常的好，到目前又加入了2个学校，所以已经有13个学校陆续后面还会做展出。那这一个就是做一个艺术工作的一个播种的工作。所以我们学校呢，在这方面几年下来呢，不管是在我们师生的人文素养、艺术的教育以外，我们对社区的推动呢，也是非常的重视。所以我想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社区来上过我们艺术班级的，已经超过10000多了，而且一直连续在增加。那这些就是在学校以外，我们社区也是把整个带动起来。
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我们还是继续要往前推。那最重要的就是感谢各位，我们各位艺术家以及各位艺术的喜好者呢，这种热烈的一个支持。那我想这次的展出呢，内容非常丰富，相信也是一个艺术的响应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呢，可以获得相当大的一个艺术的这个收获。最后祝我们整个展出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各位，谢谢。来，谢谢教授。加拿大城上的艺术家，他所推荐这个展览啊，那我们跟他一起合作，那透过我们台湾的我们的薛总监理的一个协作，能够让这个展览会成功。我们邀请巴路比兴业有限公司我们的薛总经理薛崇发给我们支持，谢谢。校长、吴处长，那我在这边，我是薛崇发，我叫妮娜，那我代表。首先我要代表我的好朋友卡琳娜，在跟在这个地方为跟主办单位，尤其这一次是由我艺文处，我由我们政修科技大学所主办领航的来主办这样的一个巡回展。那我希望说借此这样的一个美化人心，然后彩绘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这个社会更美好。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的所有的策展的工作小组，我们的吴处长、蔡老师、蔡组长，两位设计师，还有 Jessica 小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用心不遗余力的来把这个展这个美好的东西然后一起呈现到不仅是我们各大院校，甚至说我们地方很多学校，还有他们有广泛的一个宣传，可以让地方人士可以来共享这样每一个美的东西。啊，我们也知道今年天灾人祸特别多，还有一些人为的事情。那我认为在的都是从人的良心道德开始。如果我们把这个美的东西先来美化我们的人心，相信一些生意人更能拿出道德良心来做事情。那我也希望说借此机会，下次卡琳娜她大概是10月底她能休假回到台湾，那我也会安排她来拜访，那也跟校长这边亲自跟您致谢，然后也希望说也跟他讲说可以跟加拿大还有澳洲这些朋友可以继续来这样子的一个艺术交流，然后让这些美的东西更广大的来宣传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校长，那时候贵宾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都知道人活着要最少要两种东西，一个是物质的生活，另一个就是精神的生活。人家说内心的空虚，你用更再多维的物质也没有办法填满，可见这个精神的意义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政修大学由校长领航，他有智慧，他有方法，有热忱，所以他的办学是多方面的，是全方位的。所以几十年来政修都办得好好的。尤其是他创立了这个艺术中心以后，对这个学校本身以及高雄这个地方也帮助很大。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艺术的传授是非常的重要，它不但可以
办的很多，还办的很好，也他从他平常过去的这个内容就可以知道相当的丰富。这一次大专艺术中心，全国的艺术中心，每一个学校的艺术中心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协会，那更有内容的，更有来源的，尤其是我们熟悉的贵校的经办的单位，大家都是很这个卖力啊，很热忱，都办得很好。尤其这个联合会这样组织起来，这个内容这个水平更高。我祝这一次的展出成功，也恭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速度如意。谢谢。我们谢谢这个市长的支持，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我们亚细亚水彩画联盟的主席，那也是我们现在的荣誉主席，我们的陈嘉善陈主席来我们支持，谢谢。
在乎大小，在乎好坏，在乎它的水平的高低，不是讲大厅都好，规定啊，好、啊，所以希望大家在座的各位贵宾呢，能够通知好朋友、亲戚朋友，来观赏，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画展一定圆满顺利成功，各位贵宾身体健康。是不是？谢谢。我处长，各位贵宾不能见一般的好像你校长什么不重要啊。刚才这种讲上校长说，现在的贵宾非常难得啊，是有品质的。那么今天是星期五啊，不是假日，但是还来这么多贵宾，我们非常的欣赏。郑修他们并没有艺术系啊，没有艺术学院，但是他办的也有艺术系，像我们高雄好多有艺术系的啊，包括高师大，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展出空间。最近有，但是谈不其后啊，那这几起之罪，所以我们对郑修有这么好的展览空间，这么努力的拓展啊。尤其像这一次国际，它甚至在社区，还有连接到这个别的县市，他们都不遗余力，非常的敬佩。那么这一次前几天就看到了报道，还有他们的志工讲说，这是国际的两个城市展览。刚刚拿到那个吴先生，他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国际的交流。他能够把嘉奥帮这个行为展变成苍茫有致，寂寞无疑。你看他把他深度、他的广度都写出来啊！我借他的话，等一下他会念啊，好那么不一样的观点把它点出来。刚才校长也讲啊，讲一下作品不在乎大小，尤其版画这次不一样。它除了国际性之外，而且它的版本媒材，它的技法很多啊、哦，尤其我刚一看有两张特别不一样的美罗钉啊，我虽然没有完全看完啊，也跟很多艺术家讨论，这么精彩的作品，除了你详细去看它的解说以外，那中英文并成，你要知道它的版数怎么成版啊，我认为这是特别要去注意的。尤其他的命题让人家非常感动。我举几个例子啊，像这美罗定的那个年龄葛纳，这是一个男生做的。你们知道，那美罗定光他的底板要做成，起码要磨过一两个礼拜，非常细的铜板，要把它磨到能够印出来很黑，就很不容易。尤其那么小的地方，要再把它那个白把它挑出来。那是版画里面的极致，从过去没有机械在做这个美罗钉的这个版，是用手，常常美罗钉的画家做了几个版以后，这个手都会做坏掉啊，好几张是美罗钉的，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非常好的作品啊，我举一下例子，而且它的题目叫做什么呢？它叫心灵之海。另外有一个我特别要讲一下，也我们不在小的天地自有大宇宙，你看他是这些宇宙之美啊，这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品，很多地质之美啊，他把安大略省跟那个纽芬兰省那个加大陆地质把它并起来，所以我们把这个看过来，好像到世界上去转一圈。他们的民族文化、地质、地理都能够详细看出来，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它的形式色彩之外，因为它有深奥的，每个人的技法是不一样的。我这边特别来推荐一下，我们祝展出成功，谢谢。我感谢大家好。哇，是的，这画展为什么一个古典诗人这边讲话呢？不对啊。是不是不对啊？其实啊，我今天看这个版画，加拿大和澳洲的版画，突
突然给我回到时光。民国58年，我台湾第一次我策展欧洲的当代画家进驻台湾第一次展出。我当时是回忆起来也蛮艰难的，也困苦。策展2年，也要压岁，也要很多的手续，所以通关都是不容易的。当时因为是台湾因为只有大陆的画家，不然是前辈是日本的画家在台湾展出。但是我想欧美的作品只有自美在台协会那个上面能够多少一些杂志能够多少看到，但是很多欧洲的作品，真迹的作品都台湾就很生疏，所以我就起了这个念头。经过2年的策划，这才完成的。所以今天看这个成绩实在这个蛮感慨也蛮赞许的。所以我昨天的副展是来临时抓了这个诗啊，这首诗啊，其实因为我以前有经验，加拿大的作品我也有知道，或者我比较生疏，我才从空气中抓了这首诗啊。这首诗我是怎么写呢？就等一下大家外面有这首诗啊。这个也是我经历和今天这种画展一种回想，一种广大的结合，时空的结合。正修第一句是正修大学一文斌，正修虽然这个只有科技大学艺术中心在吴处长经营，蔡老师这些人才的经营，竟然是什么呢？变成这么好的台湾很有成绩的艺文中心了。所以这种功能就是正修大学艺文斌，他和国际也做朋友，斌就是嘉宾朋友。正修大学竟然能够广化，把那个小小的这个在这个陈金武旁边这个艺术中心做到国际。前次也是和大陆，这样的就开展了。所以我必须，我虽然一个诗人，必须要把它留在历史上。诗文，因为中国这个诗文要平仄，要阴阳，要精气神的在里头行串的一种高度的文学，世界很特别的高度的文学，这种诗可以遗留千古。所以我把这种活动写在这种最难得的文体上，所以我第一期是正修大学艺文斌。正修大学这个艺文中心已经着到到处都是朋友，都是嘉宾国际交流千叠心现在科技时代、一时代、电脑这么气势一波一点，大家一低头通世界，所以国际的信息的交流千叠信息是很快的，就在更新了，就国际的这个形态，就第二句说国际的形态，我们艺文中心抓住这种形态的变化，所以相当用心，艺文中心相当用心，相当有效下抓住这种信息。加澳两班行版画，这个版画加拿大和澳洲两个国家，它这次的版画是巡回展的，不是单独的这个点，所以这个主题是苍茫用得好，艺文中心把这个主题用得好，艺术的努力是长久一片，何去何从？艺术家的创作何去何从？模仿吗？创作吗？
神兵跟吗？投掷子弹的火车车头吗？这个列车或者飞机太空梭去吗？所以我们苍茫，往天上看苍茫无际，往平面看五大洲，那种这种宽地球上也是苍茫一片。所以艺术家的创作，像我创作古诗，要怎么样能够把古诗从象牙塔走出来，也是很长。所以我把这种整个世界的潮流、艺术中心的争议、机灵的一种方式的一种打得准，就是你的苍茫有志啊。像谢总是这样，和艺术中心的配合，这个是有志的策展，这个策展是有好的启示。所以苍茫有志尽无垠啊，无垠是无限制的。五大洲结合的新时代的文明，都是无垠的空间和无垠的创作的能量。我这个是这样。我唱一下好不好？好。好谢谢。